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那种小玩具？响着音乐，然后前后摇摆。哎呀，太小了。这怎么开呀、啊？来吧，导游。导游，真的是这样哎，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爸爸的妈妈。感受，这传统真的感受，闭上眼睛感受，闭上眼睛感受，信念感，信念。我们要想象什么？我们已经上太空了吗？就你配着这个音乐，你现在已经在。那导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这个开门以后会有一些新的惊喜，我有点不好的预感。还有一层，这门还能开吗？我开吗？开吗？这里是什么呀？这里就是星空，是密室吗？这是星空，啊，这是星空啊。对，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自制星空。自制星空、啊、自制星空，是的。这里是我、就是我们的太空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太空，我们躺一会儿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想象一下这是太空。你先躺一会儿。你看到星空了吗？我们感受一下嘛，导游，来，闭上眼睛感受一下，真的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完就完事了吧？我觉得你们还不够相信这是太空。我已经很相信，我现在相信了。我现在就是人太空，被你们四个掏空。我要真的在一分钟之内不跟你们说话，你们绝对睡着。打个赌，信吗？哎，在太空。